Y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ger， 今天来到埔里，来到日月潭。那来到这边呢，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很棒的地方。那这一次来到的地方叫做三育基督教书院。那这个地方啊，其实非常的特别，它是一个学院。那但是里面有很多很适合拍照啊，或是走一走，或是很多的家庭来这边做许多的户外运动啊，都很适合来走一走。那就带大家来去看一看，到底有什么适合拍照以及有趣的地方，走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Roger。 这两天在日月潭就是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这样一个小旅行。那这次的这样一个小旅行是非常惬意跟轻松，所以我没有特别安排太多的行程，但是呢就是还是想说来这边走一走。那也因为在台湾住那么久，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啦，就是对，所以就是来这边走走看看，放松一下。那昨天晚上住在一茶一宿的这样一个民宿啊，其实我觉得蛮舒适的，然后价格也还不错，那也可以推荐给大家来去住宿这样子。那接下来今天就要持续第二天的这样一个行程，然后简单的玩了一下，然后再回去。